上回我们讲到 Sylvia 放出这些红点点，我们要放到这个现场去。那么首先就是要把红点点都用线连起来，而且呢一定要是水平线。水平线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现场要放一个雷射的水平仪，它发出的一些光线全部都是水平的，也就是它发出的光线的绝对标高都是一样的。然后 builder 呢会在垂直面上记录下每一个水平面的标记，这些标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水平线的两个端点，然后我们就用比较硬的线把它连接起来，拉紧。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在这条水平线上量出从所谓点到我们实际要建的墙的距离。量好以后，我们就要取一根非常粗的细钢筋，然后找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左手扶着钢筋，右手使劲地把钢筋垂到地里边。那这些钢筋定的位置就是我们将来要建房子的角，